大家好，这里是 Moji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玩一款探索冒险中它是横版像素的 RPG 游戏，叫做噬人白昼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左右，好像有三个结局。那它的这个作者呢，他之前也是做了不少的游戏作品，之后他的特色呢，就是他的画面啊，还有他的脚本运用等等，都非常的精致。那故事的方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突出，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游戏吧。好，一开始，我们就操纵这个女孩，而且这一座是怎样，都是女孩诶。那我们看一下选单，它可以调继续音量跟主选单，主选单就是回到原来的画面。好，就是一些基本操作。哦，这个有亮亮的，这应该是可以调查。那是香，但是没有臭味。怎么了？刚刚那符号什么？我没有看清楚。这里也是有个椅子，立起身，好像没有作用。好吧，我们就直接往前走看看好了。嗯，跑出标题了。嗯，它画面一直走。那就是可能要往前了吧。哦，我刚才以为那是石头诶，这是一个人。这里有东西，脏兮兮的玩偶。我取得吗？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物品来。这只是调查而已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可以调整那个红绿灯诶，红灯的话会有一台脚踏车，绿灯的时候我可以过去啊，会不会被撞死之类？想太多。非常破旧的自行车。哇塞，居然是这样子的！我真的很喜欢他做的那个作品。自杀圣地什么区圈圈街66号6，66-6号。只能看一次，而且后面有什么东西。而且他说666就是恶魔的那个号码，别去，吓我一跳。这应该不是恐怖游戏吧，只是那个氛围有到。楼上，诶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这是下水道吗？跳下去。还可以再往下欸，等一下哦。哦，好像又连成一个星座了，刚刚显示出来的那个，吃下药就能康复。因为它好像也没办法存档，对不对？哦，没办法存档，好吧。降下的铁卷门，那我们就不能过去了，应该是不能过去吧，可能要想办法打开。有人在那里吗？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如果你在的话，请回答我。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能来到这里，上面被白昼笼罩着，来到这里很辛苦吧？没有见过白昼，那当然了，他们是微小的粒子，肉眼是看不见的。注意到那些雾气了吗？那些都是由万亿个白昼所组成的，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集，以至于现在用肉眼也能看得见。白昼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只存在于有光的地方，我们只能躲在阴暗的地下，连灯都不敢开。只要待在上面，就会被白昼吞噬，整个世界都被白昼笼罩着，恐怕还活着的人就只剩下我们了。我们也被吞噬的差不多，已经没有能正常行走的人了。能够说话的人也只剩下我一个，很遗憾，只能以这个容貌和你讲话。我的双眼恐怕会吓到你。你没有受到白昼影响，真奇怪。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垃圾堆里，可能没有被白昼发现吧。既然你的身体还很完整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缺水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缺水，可以的话，请帮我打桶水来吧，水桶就在旁边。很久没有和人说过话了，刚刚有点兴奋过头，啰嗦了这么多，很高兴你能和我搭话。这个世界真是多灾多难，资源被我们无限剥夺的同时，破坏、战争、灭绝也跟着上演，已经快不行了吧？总有一天，人类自己就会迎来灭亡，为什么还要爆发白昼呢？想早一点将我们赶出去吧，在世界还没有崩塌之前。还有对话吗？对不起，也只有这种时候才会想起这些问题。但是正是因为有我们的存在，世界才会变得有趣。这大概就是无聊的上帝创造人类的原因吧。在地下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有点怀念地上清新的空气。还有希望回到地面上吗？一定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地面上。虽然不清楚你的状况，还是小心一点，白昼吞噬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好像重复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应该重复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换下一个。双眼坏死的人，他那个眼睛整个都黑了。得到一个水桶，倒在地上的人。哎，奇怪，这个椅子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这只是单纯坐着。我把它打开，把它关起来。没有双脚与右手的人。啊，他不让我开耶，好好笑。那个是怎么样？腐烂不堪的人真的还活着吗？可以把它移开耶，好好笑哦。等一下，我这样开这样干嘛？不知道干嘛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开着。之后刚才拉动的那个开关应该是铁卷门被打开了吧？而且电灯打开了。铁卷门在哪里啊？是上面吗？还是这里？我知道了啦。这里。铁卷门本来是在这，现在打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上去。那我刚刚把它打开有什么意义吗？
结果你还是走了，我无能为力。这艘船被锁链锁住了。好，那我们拿到水。看我吓一跳。拿到水，我们就回去吧。你，哎，是因为我把灯打开的关系吗？哎，为了更好的治疗有自杀倾向的患者，医院设立了专门的科室，并采用全新的治疗方案。而且我现在得到什么，我看不清楚。干嘛？故意的吗？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等一下，我这样做对吗？我就是害死他们了。这是什么？你想想，醒来便会忘记。我发现我这样子提水就没有意义了，我开灯把他们害死。我要去哪里呢？而且它的画面真的很漂亮，很喜欢。我要去那个像工厂的地方吗？我怎么了？没有连起来耶。医生。医生，医生，林女士醒过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认得我是谁吗？哎，连我也不认得了吗？看来是白昼的副作用，确实会对大脑造成一定的影响，出现失忆的情况也是正常的，把人家都忘记了。难过，不过能醒过来已经是奇迹了。是啊，结果是好的就够了。
No more ending， 拿到了一个结局。OK， 他现在有一个，就是我们主角本身的人物出现，之后又消失了。之后他这边中间是可以，诶，这是存档的意思吗？我们又回来了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就乖乖的去拿水，之后给那个人。啊，我忘记开那个，忘记开铁卷门。我们先不要理他。哦，这时候这边是本来就可以上来的，我这边一样顺段嘛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快速的调查过一遍之后，我们再过来。哦，这个椅子也可以坐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谢谢，帮大忙。你想出海，船只都被我们拴在码头，无论如何要去吗？我明白了，希望你还会回来。哦，他这样就是直接给我钥匙，我就不用杀了他。太好笑了，一开始就直接想也没想就把灯打开了。因为他前面刚刚也有说，我们如果因为外面都是那个白昼，如果我们就是有遇到阳光，可能就会死，就是会侵害到他们的身体，这样，结果还是把它打开了。那我们一样继续坐船，看看到我们出海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，我刚才没有想说到左边那边去。问刚才有一个很像腐烂掉的人那边。我在想说如果他没死掉，我是不是可以把他移开之类的。对啊，这次我们反而更少了，完全没有连成线。我这样做对吗？我觉得我应该，哎，这是 ending 吧？怎么看都是 ending。医生，李女士她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，是吗？看来病毒成功的骗过了白昼啊，有落网之鱼没有被白昼杀死，连白昼都无法治愈的话，就真的束手无策了。林女士她明明是个好孩子啊，太可惜了。所以 ending， 所以白昼是好的咯。他们所谓的白昼对他们来说是好的咯，而且这个还蛮奇怪的。啊，杀掉才能醒来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原来是这一个。那我们还擦一遍，擦一次。好，大家我回来了。我发现因为我没有仔细看那个说明，他说要触发最后一个那个结局的话，必须要重新，就是第二周末就对。
之后我刚才有试过，底下会有个，对，有个人掉下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我是直接，又玩了一次，发现说画面又变了，那我还是找不到第三个结局呢。好，各位，我回来了。那我之前一直没有发现，原来这里是可以上来的。唉，真是的。之后就看到了不得了景象，掉下来。哦，就是这里，就是我们就是少连接一个线嘛，原来就是这里。好。那如果我们再继续探索，如果不一样的地方，我再切回来哟。一样停下哦。哎，我忽然发现它可以往上跟往下。我跳进了水里。之前可以往下吗？我都没有发现。医生。医生，医生，林女士醒过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认得我是谁吗？我终于变成短发的荣医生，我呢？太乙护士，太好了，完全治好了呢，真不愧是白昼。怎么好像怪怪的？哎呀，别乱动啊！小白鼠就应该乖乖的。原来我是实验品吗？看来可以进行下一个阶段了。病毒也改良过了，变得更加隐秘。那么，再次注入更多的噬人病毒吧。遵命。原来我是白老鼠，这应该是没有音乐的吼，我应该没有，这是我的错觉。Train，你不要用的这么可怕吗？总有一天，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地面上吧。哦，出现了那个主角跟那个男孩子的影像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游戏今天就玩到这里哟。那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，大家拜拜。